家知唔知呢度系边度咧？呢度咧可能你都熟悉，你都嚟过啊，就系以前嘅级三百保龄球场。咁今日嚟到咧，最主要想做一个记录，喺呢一间建筑物拆之前，因为而家要改变做呢个住宅啊，已经荒废咗咁有两年时间啦，而家。看到个所有嘢都烂融融，行一行看一看啦，都是想做个记录，一个好似同我哋一起成长过的地方，里面曾经有酒楼啦、剪头发啦、上网的网吧啦。最誇張後面有一個樓梯想冧，想冧咁樣樣，都冇人理噶啦，因為橫掂都冧啦。係好誇張啊，裂開曬。夜晚都唔敢嚟咯，好似好鬼避咁样嘅。估唔到两年间就可以烂到咁喎。荒废之后，而家好似变咗垃圾场咁，啲人周围掉垃圾。隐约仲见到保龄球场，上个见到保龄球场几个字，将会改建成为住宅。有冇印象喺边度啊？呢度系 O Kennedy Road 同埋 Steel 啊。